翻了这么半天了，就拿一袋啊？那行吧，一共十二。给你十块。给你五块。行，找你们三块啊。喂，你们有零钱没啊？我这找不开啊。你看，真的没有。好吧，那我也实在没零钱了啊。这里有辣条啊，给你们，来。妈妈，你们啥味儿的呀？一样的，咱俩。六个辣条3块钱，那六十个辣条不就是30块钱？哈哈哈，也太聪明了。哎，肉肉，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们可走了。老板，算一下多少钱？哟，今天有钱了，一共28。老板，60个辣条，不用找了哦。啥玩意儿？你给我辣条干啥？哎呦我去！我说大哥，昨天你找我们的辣条不就1个5毛钱吗？嗯。那我现在60个辣条不就是30块钱吗？还多2块钱，就当送你了，没毛病啊，是吧？哦。你这，走了。假辣条，你给我站住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